你看，有的朋友点了，说，哎，我想吃这凉拌紫甘蓝。今天就应啊，我们这朋友，哎，跟您做一道唐大厨版的凉拌紫甘蓝。紫甘蓝洗干净之后，哎，给它切成丝，然后呢，我们配了点香菜，还有配了点红彩椒。那么关键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要调这汁儿了。我们首先来这么两勺陈醋，然后少许盐，盐就根据我们的量多少，一小勺啊白糖，少许的蒸鱼豉油，然后香油。如果说您喜欢在家吃这个蒜的味道啊，我们就可以放一点啊新鲜的蒜末，然后呢也可以放一点炸好的辣椒油。我们你看把这个汁儿啊调匀之后呢，我们把所有的蔬菜啊倒到一碗里，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调好的汁儿啊倒入菜当中，搅拌均匀，装盘儿。这个非常好看又爽口的凉拌紫甘蓝就做好了。如果你喜欢呢，请给唐大厨点个赞。